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今日想同大家介绍我最近出售嘅无水香氛抗汗机。咁呢个咧就有两只颜色，一个就系呢个粉红色啦，一个咧就另外薰衣草嘅紫色。咁佢咧就用 USB 嘅操作啦，只要第一次用时只要插满六个钟头咧，佢就可以咧用一日嘅，即系无线咁样用一日时间都可以嘅。咁佢本身个构造咧就系一个镜面啦，粉红色嘅机身啦。咁佢就呢度有个机芯嘅，咁我点样使用呢？就将下边个底度咧有立位，我啲将手指定一定咧，呢个机芯就会攞出嚟。咁入边系一个十毫升嘅精油樽啦。咁佢好方便就系话，如果你想用第二个精油咧，我哋只要咧拧开佢个盖，换个第二个新嘅精油樽咁就可以啦。或者你可以洗翻干净呢个精油樽再用啦，用酒精。咁呢个机器咧，一定要用纯精油嘅。咁我哋例如我今次咧会加入呢个柠檬精油。咁咧就每次加咧就唔需要加滿嘅，你加三四毫升或者五毫升甚至十毫升都得。咁跟住我哋咧就擰翻個蓋，我入邊已經加咗啲，之前已經加咗啲精油，有少少細。咁跟住咧，你見到呢度咧有一點嘅。有一點嘅，咁而呢個機身亦都有一點嘅，我哋兩點對正去 pass 入去就得噶啦。咁樣兩點撳翻落去，咁跟住咧就撳個開關掣，咁佢咧就開始運作啦。如果三條線都著曬，就係一個任意嘅隨模式啦。咁佢不停咁樣操作兩鐘頭會自己停嘅。咁佢嘅霧係好細啦，細納米級，咁變咗係睇唔清楚。但係你如果用電話照一照佢咧，佢就發現佢啲煙係噴起出嚟啦。咁佢有三個模式啦，就有三個唔同嘅運作，咁可以噴一噴、停一停咁樣嘅，咁就好方便啦，而且好靜咯，好靜，咁好適合咧喺屋企啊或者夜晚嗰陣時使用咯。咁希望大家會中意呢個機啦。我今日介紹咁多，多謝。